嗨，朋友们，大家晚，大家好，感谢大家透过我们的现场直播一同来收看统一三名人狮队的主场赛事。今天7月28号礼拜天，在待会的傍晚5:05，要在台南市立棒球场进行的是魏全龙队和统一狮队在这个周末的第二次的交手。大家好，我是杨振典，今天跟我们一起欣赏精彩比赛的是大家非常熟悉、非常喜爱的小破刘福豪。小破你好，振典好，大家晚安。布雷克一定不想要第一个打者就保送哦，那刚刚这个持球是不是做一些调整哦？这个球中间方向，郭连信击出来的，依然是走在高的位置哦，所以连续两颗直球，这个 timing 的话，对郭天信来说就比较好修正哦。郭连信在过去两场比赛7个打数没有击出安打，不过今天第一打席呢就终止了这个小低潮。这个球打成了一个中间方向的飞球，看到中外手承接线已经就定位，一出局。那有一只是刚刚已经出局的李凯威，另外一只是吉吉要拱冠。这球打成了一个内野的冲天炮啊，一垒手林奕泉要来处理，顺利的接杀，机会都非常低哦。一点是要跑者走，这个球传过去，传来还蛮准的哦。抓到天哥了，形成了这个半局的第三个出局数。上的界外飞球，三垒手在界外区刘基宏接杀了小黑，不过陈杰胜更加反过来啊。右边方向这个球乔莫必须三打，陈杰胜面对羊头又击出了一支安打，而且这支安打他要上到二垒没有问题，这是一支二垒安打。一口气哦创造了得点圈的攻击机会哦。那昨天的陈杰宪也是在第一打席啊，就面对灰熊龙队的刚龙击出了二垒安打。今天则是面对艾普勒，第一个打席也是击出了二垒安打。自己不会得到礼物哦，哇，选掉这个球，选掉啊，四坏保送。哦，林安可刚才也讲到，他过去五场比赛选了3次的四坏球啊，那今天只是在第一打席就获得了四坏保送，不过这起码是一个指标，他的二军的状况是不错的。哇，但这个球打成了一个游击手向后退去追的飞球，裁判已经举手了。右边方向这个滚地球被二垒手来接住之后传一垒，潘杰凯遭到了刺杀，也结束了一局下半同一狮队的进攻。对，出棒的时间是没有问题的。哦，这一棒打在游击区，哇，陈胜平捞到这个球，再传一垒。来担任颁奖人。那可能也帮助陈胜平，哇，这个手感加温了。这个原本就接这个弹跳，大概最多两个选择，要么就是整个延伸出去接比较好接的位置。不过这个位置选择稍微退后去接哦。其实落点来说是不是很好接的这个弹跳，但是他的好手感去弥补掉这一个，所以意思是说陈胜平的爸妈也非常配合的瞒了他的儿子2天。这个牛哥很厉害哦。中间方向的飞球抓在手，向后退，向后退， 哇这个球没有接到啊。郭彦文最近的手感非常的好，这个球哇打起来多漏了一下，太早放速度了哦。郭彦文还是停留在二垒上面了，比较来得低哦。那有这个机会不是没有，那只是说这场比赛你能掌控的这种
几次的机会是不是有掌握住哦？那这一次就没有掌握住啊。张耀明这个球三垒手判定已经是出棒了，所以遭到三振。有没有出棒？询问一下三垒手。这回三垒手判定并没有。那陈炳杰就选到了四坏球。哇！再是一个速球，全奥伟再挥了一个空棒，让布雷克得以安全下庄啊！在这个半局，布雷克虽然被郭文文打了一支二垒安打，但是他也标注了两次关键的三振，化解危机。说也是要挑战这个2000安的门槛哦，所以也是要多挥棒哦。这一棒打在右边方向，右外手慢慢移动过去，这个飞球被接上。这一棒安打，这场比赛同时队的第二支安打。那陈胜平的部分呢，则是连续八场比赛敲出安打，哇，爸爸妈妈非常的高兴，生涯首轰的庆祝仪式。哎呦，先来看一下场上的变化，这球要抓二垒，顿了一下，嗯，游击手这边稍微有顿了一拍哦，嗯，向一垒那边做了一个投球的动作，才转过来传二垒哦。做了一个动作才传二垒，也是更多的这个甜蜜的负担哦。这一棒打在中右外野方向，不过右外手应该已经掌握住了，这个飞球遭到了接杀，也结束了二局下半同时队的进攻。然后他讲了两个字，无敌，无敌，没错、啊、哇，这个球三垒手潘杰凯，无敌的三垒手潘杰凯哇，这个球拦截住啊，刺杀了打击的石祥宇。其实第一时间潘杰凯也守得非常近哦。右边方向一垒手李义泉接球之后、嗯、自裁垒包两出局。李凯威，哇，左打者敲出了安打，一垒跑者走，还是抓到吗？还是抓到了！龙队跑者请三思啊！拉回来，二垒手，哇，李凯威这个手感也相当的好，对，侧面接球，过去也曾经担任过第一棒的小破来剖析这一点哦，经验分享。哦，这个打席陈杰宪选到了四坏球啊，这是艾福勒这场比赛第二次的四坏球啊。这个球带起来，在左边方向，游击手跟左外手跑过去，最后交给谁来处理？哇，两个和尚就没水喝了。那整个追球的路径当中，大概有两次这个在犹豫的这种动作出来哦。这个球其实打得很高哦，其实对游击手跟左外野来说都应该有机会去拼哦。这个球滚地球，游击手没有拦截住，是一支安打，向来二垒上跑者绕过三垒之外回本垒、哦、哇，这个球左外手又漏了一下，现在连原本在一垒上的林安可、哦、被挡下来穿三垒、哦、哎呦，在三垒这边非常的惊险啊，回垒哦，差一点来不及哦。这个中间方向的滚地安打有一分打点，那同时龙队这边的外野手郭天信这个球第一时间并没有办法掌握好，那记录上要给一个守备失误，交代跑者后续进垒的过程、嗯、最后的弹跳并没有掌握到，这边看一下相对位置，跑出来之后刹车再回去差一点点哦。嗯，他的好球带跟裁判的好像不太一样的情况下被打了安打，但是他面对潘杰凯还能够取得球数的绝对领先优势，而且最后投出了三振。对，反方向的界外飞球，三垒手跑过来、哦、Nice play, nice play. 哇，刘基宏这个球能够接住不简单啊，相当的困难啊，但是刘基宏接杀之后也结束了这个半局。不过在三局的下半，同时队是靠着寿星苏志杰的40安打攻下了分数，取得一名领先。让刘基宏挥空棒，两好球一坏球，再次一个变化球，三振掉刘基宏。几乎是从打者的视觉来说，
蛮偏高的一个劲垒，像是好球的感觉，最后到劲垒点的时候却是让捕手必须要接近地面的接球，就可以看得到这个变化的这个纵向的幅度有多大。这个球哇，结果被打穿了，厉害哦。嗯，这球还是打了，中间方向也是一支安打。哇，郭彦文这两天打了五支安打了，对，再加上过去两场比赛被完封，今天前面三局也没有得分了，但是有得分的机会了。哇，这个球，这个球在全打墙前被接杀，但三垒上的急急要拱冠是要回到本垒来攻下分数啊。本垒后方的界外球有没有守备的机会？林黛安，这个球接杀出局。那四局下半，看同一队这边能不能够再度要回领先优势啊！陈胜平打第一球，这个球在中间方向转手向后退，向后退，这个飞球掉下来形成了一支安打。陈胜平现在上到二垒，哇！爸妈来有来现场有差哦，两打席都是安打，再跳起来了。哇！但是最后这个变化球让林丹辉帮罗工遭到三振一出局。四坏保送，而且在这个打席看到艾普勒控球，虽然第一个球控得很准，但是接下来几个球都是明显的坏球。对。哇，这个球是机会啊，但是没有打好，形成了一个中间方向的飞球，这个飞球遭到了接杀两出局。三局的下半那一分呢、啊，是同一队外野三鬼的串联呢、啊，才能够攻下分数。这一棒打在中间方向，又是一支安打，三垒二垒跑者绕过三垒之后回本垒得分，为球队回传球当然是来不及。陈杰宪今天再度从艾普勒的手中敲出了安打，这支安打再度帮同一队要回了领先优势，2-1。等到了得点圈的安打出现哦，确实面对这个变化球也是咬得相当扎实哦。而且因为是两出局的关系啊，所以二垒上的跑者陈振平基本上是不用去管这个球有没有会不会有没有可能被接到。没错哦，还是要塞内角球吗？没有，捕手蹲出去，但这个球被林安可打成了安打，打成了安打，同一师队要再添分数了。现在同一师队第三分回来。哇，这个半局同一师队两出局之后啊，现在是陈杰宪、林安可相继击出带有打点的安打，师队取得两分领先了。对，这个打席的第二颗变化球，第一颗没有打，第二颗去跟到了。看先投一个高的速球，打成了反方向的高飞球，三垒手跟游击手最后交给三垒手来接，苏志杰遭到了接杀，结束了这个半局哦。不过师队在四局下半有所斩获，在两出局之后，陈杰宪、林安可的40安打帮助师队取得3-1领先。这个球回棒落空，捕手要传一垒完成这个三振。其实他今年赛季获得四外球的频率并不高啊。这个球打起来在左边方向，左外野手很快的跑过来，哇，苏志杰，但这个速球被打成了右边方向的飞球。小黑邱志成的美计结束了这个半局，为九龙队的进攻也帮助布雷克在五局的上半投出了三上三下。跟球迷保持隔离哦。哎呦，这一棒捞起来，潘杰凯打在右边方向，最后还是遭到了接杀。点哥讲到这个林奕泉的2000安哦，在等待他的达阵。那这次是要让给中外野手来接啊，林奕泉遭到了接杀两出局。
这个球要交给谁来接？游击手已经喊声了，最后游击手接杀了陈胜平了，结束了这个半局啊，狮队的进攻。那布雷克目前的用球数是79球。这个外角的速球三振掉了吉焦拱冠，这是布雷克这场比赛的第6K。外角的速球稍微一点点窜到这个网红中的位置，但速度上还是能够压制打者。挥棒落空，速杀完成了这个三振啊。郭彦文好像有点心不甘情不愿的走回去了，但是有什么火花吗？应该是没有。好，那这个半局结束了，布雷克在这个半局投出了 KKK 三连 K。 刚刚6局上半布雷克投出了 KKK 三连 K 嘛，那哦，先来看一下场上这个球，右边方向的滚地球，名单遭到了刺杀一出局，就要告知这些甚至有可能会代打的这些选手。许哲彦这一棒打在中间方向，哇，进手套。这个球，哇，去找二垒手啊。邱志成遭到了刺杀，也结束了6局下半同狮队的进攻啊，3上3下没有得到分数。刚才介绍过了，张佑铭今天面对布雷克是打过安打的，在他的第2打席。哇，布雷克的右手啊，要小心啊，要小心啊！还好陈胜平补在后面啊，抓到了出局数。哇，布雷克说没事啊，不要出来啊，我没事，不要出来。有时候是一个下意识的反应，就想要去接球。不过陈胜平的第2个补位也是这个 play 蛮到位的哦，加上林奕泉的补救不简单哦。这又是一个中间方向的安打。全浩伟今天先发，但是并没有击出安打。滚地球游击手6-4-3。Double play 结束掉了这个半局。今年赛季王维忠啊，过去14场的出赛有13场先发了，还是偏低，四坏保送，四坏保送。哇，王维忠一上来就投出了连续2次的四坏球啊。但目前王维忠这个半局坏球率确实高了一些，是投出了四坏保送啊，连续3位打者都获得了四坏球啊。滚地球三垒手，哇，拦住之后跪在地上传本垒，哇这个 play 厉害，这个转了一圈坐在地上传哦。通常我们看到这个大概都是二游会出现的动作，而且是传本垒哦。也代表了刘基宏他的一个临场的反应的冷静，再加上他控球的控制能力哦。现在投手当然出现了一些控球以及垒包上的一些危机哦，需要野手这样的一个 play 来提振一下士气哦。这个球打穿了，打穿了，胡金龙的安打为同狮队打下了分数，这支安打带有2分的打点。打得很扎实哦，穿越了游击防线。在投手的正面呢，不妙啊，先传游击再往一垒送，这是一支双杀打，也结束了这个半局哦。陈彦文在这个礼拜二
的比赛当中啊，搞砸了球队的胜利啊。不过丙总其实在今天赛前有讲到，他说那场比赛因为手背上有瑕疵，有一个落点巧妙的有点巧妙的飞球，其实是有处理的机会，但是那个球没有被接下来的情况之下，导致球队最后是输球。陈运文也暂时的离开了守护神的位置啊，今天是来投第八局。那这个半局龙队的第一位打者是前一局上场接替游击守备的张振宇，这个飞球陈胜平捞起来，但看起来中外野手陈杰宪应该掌握住了，两出局。中间方向，哇，李凯威最近的手感也不错，果然是外角变化球，打成了三垒侧的滚地球，接球之后传一垒，刘继勇遭到刺杀，结束了八局上半魏球龙队的进攻啊。是要从第八棒的林丹开始打，那场上魏球龙队换投手啊，换上来是林凯威。那林凯威在今年到目前为止的表现呢比较不理想啊，这个球打在中间方向，哇，但是进到了天哥的手套当中啊。右边方向这个滚地球穿出去，许哲彦敲出来打，这个球打在反方向，哇，被接杀，很可惜哦。起跑了，但这个球偏低，而且捕手没有拿稳的情况之下，许哲彦倒上了二垒，打者就可以做起，二垒跑者就可以做起跑。反方向这个球打穿了，现在许哲彦上到三垒之后拼本垒，魏球龙队的回传球也来不及了。那陈杰宪现在上二垒，哇，陈杰宪今天太可怕了，猛打赏啊，又是一分打点啊。只要他上垒，后面的林安可也都会复制贴上。对，哇，没有悬念了。林安可右边防守，连续两天都开红喽。哇，这一打出去就知道啊，连续两天都有两分打点的全垒打。今天安可要为我们带来什么样的舞蹈呢？主人用脚的舞蹈，今天应该要换一下哦。哇，小霍猜对的，今天是手哎。高了，在右边方向，二垒手跟右外手都跑过来，最后交给谁来接？右外手陈敏杰最后有点惊险，但是顺利接到这个球，结束。在这个第九局，丙总果然一如他的赛前的这个预告啊，在第九局是换上了高岩将树，这是他在台湾职棒的生涯初登板啊。他曾经过去曾经连续两次参加季中选秀，但是都落选，不过在今年赛季呢则是获得统一狮队的第六指名进入到职棒啊。而高原将树在台湾职棒面对到的第一位打者是龙队的第四棒吉吉奥孔冠，哇，大老家这个球，哇，落在界内，现在要上二垒了，初登板哦，这一颗紫叉球哦，其实投得很好哦，那只能说吉吉奥这颗球也打得太厉害了，但落点是非常巧妙，落在线上。秒球两坏球，这个飞球二垒手来接啊，这是高岩将树在台湾职棒抓到了第一个出局数啊，滚地球二垒手拦截住之后传一垒，两出局，还会再拼一次吗？还要再拼的，这个球三垒手拦截住之后传一垒，成功守城。高岩将树在台湾职棒的初登板并没有失掉分数，他虽然他一开始被打了二垒安打，但是这个半局他守住了。塔卡西右场，我们这都露出了笑容哦。那这场比赛同一支队也以8-0赢球啊，布雷克拿下了今年赛季的第七胜，那艾普勒则是要承担他今年赛季的第8败。
那统一狮队连续两天都赢球，灰熊龙队呢则是这个二连战的系列赛啊遭到了横扫啊。那这场比赛谁会拿到单场的最有价值球员呢？我们要休息一下再回来揭晓。飞越顶峰，我们是悍将战鼓。